有哎，我们在往上面走。想到来到仙境一样，有没有？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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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茉莉花，雕花它才要硬。哎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This is super worth it. I feel if we took the train in the morning, it would be very worth it. Yeah.谢谢。不能那么大声，好不好？
谢谢，不会，还有，嗯，谢谢你，不会，这样，这里没有人的，好，谢谢你，不会，我不会有膝盖不行了，谢谢，不会，不会，我想小熊维尼那个洞，我直接翻白眼，哇，这个感觉就好像有人。 它是，你感觉它会有个大蟒蛇或是鳄鱼的那种。你要不要躺进去，感觉被它吃掉？哇！然后你两只脚在那边晃。哦，那很有创意。我是要觉得我今天晚上会做噩梦。不要把你给它衣服脏掉。躺进去，然后两只脚伸出来。哎，他们这真的好像不错，这个你看这个景色，这些，这个比刚刚拍的那个好。不是，我说比我们最前面的那个景色。 他呀，你说呀，跟我，就他呀，不会呀，你用脚什么角度看呢？太夸张了，来看你要不要躲树？对呀，我觉得不错哎，脚步好，我也喜欢。是吧？对，这蛮好看。对，你看，哎，那边洞啊，对嘛，真的，他难怪说他要从那边一个洞，可以耶。 他们不懂得欣赏，刘碧，你看嘛，真的不错啊，能在那个地方酿一个洞，不是很好。也有洞，来阿姨，你们去拜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阿姨去做，阿姨去做那个洞，我去做那个洞，那阿姨来。你看，我们。我不会做噩梦，好。 你又来，你又来，哈哈哈哈哈！贵宾狗啊，是一个要看的。哎，他说贵宾狗欢迎做 guest 多。硬要，硬要。你刚刚是陷入人生纠结，我靠，要这样值班，真的。
我谢谢。我想起，为什么这该为什么这拍的这么美？原来有这台片，片没有，片没有。谢谢。那我很惊讶，我是像我一样的胖子，我看，谁？没有，我刚刚就是看到你拍的。你看，我们两个，你看这个可以不能。
喂，切，你看，漂亮啊！可以可以。可以吗？老板站起来拍一下。好哦，你来这里，这边刚刚好。这边刚刚好，坐上去也刚刚好。我们被上当了，招聘不走，要走下坡。哇，嗯。
我说我老一股命的，我说我当兵派过去，我还发现，但是平凡，那不是过来喝酒呐，酒也能够倒下来，不是，刚好有人请你吃饭嘞，我老都坐坐车，那就是去买咖啡噻，哎呀，要怎么咖啡呀？咖啡啦，啊，我能不能让他点多一点啊？明明，给你留下点钱。 我怕我们家孩子都不知道。
张信杰。那么对散步就跑上来梳理长得太密了，对那个哈，一点八，连那个楼梯拍有没有？
这个港湾最好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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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
节目有介绍，那个录影人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很准确。陈男的，他们知道我朋友，知道那个。对他去找那个，这个。干嘛？哎，他刚刚这样脚了，听我们的。 今麦才来去遐搞厕所啊！我是还好啦。上次的教育就这样，他就是，按人家跟你说你要迟到，按人家说按你规定。
Thank you.
要去哪？要。太阳。 妈妈，你妈妈比较可爱。 太远，一点太近了啦！看起来我很像巨人欸，我一点都不小。
真的好小，真的可爱啊！长哥，我好想坐下，这个沙点嘛呢？沙点还好。
正要走香林桥。有哎、欸，我们在往神木车站那边。这才是香林桥哎、欸，刚刚谁说那是香林桥？嗨，是姚小嗨。嗯，鼻子在这里，你从这边看了有没有？鼻子应该这个。不是不是。哎，对。你从小要从上面看了，从上面看了。对呀。从上面看。那鼻子很短，这才像。要那个才是眼睛了，你下去看。